的面相哦。再上去一点手，鼻子都被打到，而且我刚刚在他面前有照片，他还有揍他的照片哦，很棒。哈哈哈，后面是金字塔，人面狮身，哇，好多人在摄影照相哦。对啊，不错，开心吗？爸爸。哇，这里是 Sphinx， 就是人面狮身哦，在《哈利波特》里面有出现的，它就出那个人的谜语，什么四只脚、两只脚、三只脚那一个，然后看一下这全貌，超级美的。而且后面有很多很多观光客都要照相哦，好多观光客都要照相哦。你看一下那里，就是金字塔声光秀的座位，有没有看到那里金字塔声光秀的座位？我们终于来到传说中的狮身人面像了，那个金字塔。赞，一级棒的啊！哦，好棒哦，我们终于来到这里了。对啊，耶！狮身人面像，你要跟他照一下，来。捅戳他眼睛，戳他眼睛，打他头。好可怜哦，他鼻子是被拿破仑的士兵把他炸坏的，很可怜。用便当枪啦一样打他的鼻子，好可怜。对啊，很可爱哦。来，狮身人面。耶！耶，终于来了。耶，狮身人面像，拜拜。